12月5日是第33个国际志愿者日。记者今天从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，以下简称武汉军运会，组织方获悉，此次军运会计划招募志愿者25万名。目前，军运会志愿者在百度的搜索量达260余万条。跻身年度网络热词行列，武汉军运会计划招募赛会志愿者5万名，城市志愿者20万名。并按岗位类别和服务时段分为志愿者形象大使、骨干志愿者、赛会志愿者及城市志愿者四大类。今年4月，执委会全面启动赛会志愿者招募工作，首批录取在校大学生志愿者27万人，社会志愿者52人。9月以来，赛会志愿者通用培训正式启动，为赛会志愿者开展线下及线上培训，预计明年2月底前完成。2019年2月，执委会将启动第二批赛会志愿者招募和培训工作。万宁、蔡庆、雷雨。